其实那个时候压力很大，是，飞车，政府不给你封路，我们去飞车呢，飙完撞完我们就逃的，开枪也不给开，那我们的拿着假枪，去黎顿道那个抢劫，几台机器偷拍，珠宝店谈好了，什么都谈好了，机器都藏好了。我们一抢劫冲出来，一转身啪，两个便衣警察不知道我们在拍戏，一拿枪我们丢都丢不及，最后都进警察局了。